视着我，那是心跳时刻。不必玫瑰帮忙衬托，就这样掉入了爱的漩涡。当你第一次牵我的手，那是心跳时刻。不必多说任何承诺，我知道你对我非常温柔。是不是花朵也有心跳时刻？是不是阳光也有心跳时刻？当它们互相接触时候，是今生最美丽的邂逅。是不是想你就是心跳时刻？是不是爱情就是心跳时刻？我多么盼望这种感受能经常萦绕在我心头。是不是花朵也有心跳时刻？是不是阳光也有心跳时刻？当它们互相接触时候，是今生最美丽的邂逅。是不是想你就是心跳时刻？是不是爱情就是心跳时刻？我多么盼望这种感受能经常萦绕在我心头。子琪，我你离开公司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到姨妈那儿跟她吵了一架，我也不想再回公司受气了。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才会给大家惹这么大的风波。我要去看看脾脏了，我看他也该吃药了。我最生气的就是你怀疑我，怀疑我有一个十岁的女儿，我像吗？我有那么老吗？你以为我就不生气啊？你还不是一样不信任我？那你说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还不是认为我伤你自尊心？我那要不要讲和啊？那要看你什么时候回家了。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搬回去住了。我现在就搬，我现在就搬。小荣，不哭了吗？妈，你为什么要骗我？给了我一个希望，又让我失望。小荣，妈也是有苦衷的。你是个乖孩子，你应该了解。妈撒了谎，心里很不好受的。不哭了啊，罗先生。丁柔，不好意思，我要搬回去了，我来拿行李。小荣，不哭了嘛。小荣，只要你愿意，我还是愿意像爸爸一样的关心你，就像皮蛋恩柔一样，他们也是我的孩子。真的呀，叔叔。妈，叔叔真的愿意当我爸爸耶。罗先生，我知道很为难你，
你跟老太太商量怎么样？没有问题了吧？我太太是个很讲理的人，她会接受的。这几天在这儿，你照顾我，谢谢你。专柜那里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你辞职了？是的。董事长跟我之间有些不谅解的地方，彼此又不能沟通，所以我就辞职了。 那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常常去家里看爸爸你呢？当然可以了，也欢迎你打电话。罗先生，总之我非常感激你，谢谢。 别过来！哎呦！哎呦！哎呦！东西也看不出来，那个怪兽行动这么笨，居然能把那几个家伙整得那么惨啊！牛开心，你那个道具呢？什么道具？哦，现在怎么办？怎么会这么厉害呢？大军，哇，这什么？小猪，你留在这里，我可以留外线，进去制服那头怪兽。 大哥大，有交代，这件是我们办，两位请回吧。哎，好好好，多谢谢两位大哥了，不客气，有劳你们了，不客气，不送了，保重啊。大哥大对我们两个还真不错啊。对呀，要不找两个替死鬼，那我们不是挂了吗？说的对，我们快走，快走。 刘开心，这玩意管用吗？哎呀，以前猫熊吃什么竹子啊，现在是机器人呢，吃这个电池啊，放心了，搞定了。我来。啊！刘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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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开心，怎么样？你刚刚那在干什么了？他在重温旧梦啊！你不知道熊的特性吗？熊在玉鼠鼠田里摘玉鼠鼠啊，摘了一根掉一根，摘了一根掉一根，结果啊，摘遍整个玉鼠鼠田，到结果还是只带走了一根呢、啊。怎么会那么笨呢？ 小猪，啊，我这个伟大的女性，哎呀，怎么办吗？哦，不，哦，我不能负责。啊！不要再打，不要打了！啊！不要，好好好啊！我这个最伟大的女性，我愿意为我的朋友牺牲奉献，奉献牺牲。
你妈，快走！哎，我的妈，你总算来了！哎。大伯，姐姐，你还没睡呀？还没有。我想出去看看朋友，好久没见了，很想他们。啊，那你去吧，这有我。好。是先出去了，他留话。哦，真是奇怪了，我一不在，他就趁机会溜我。哎，坐坐坐，好好好。老爷子，这一次孟生堂增资的事件，经过您老爷子的授权，要将所有的股权呢，变换成现金，可能因为时间耽误了一点呢，所以今天才拿到钱。这是12亿的计期支票，请您收下。还有这是相关的单据和账目，也请您一并收下。真是没想到，这么辛苦努力了一辈子孟生堂的王国，现在就要白白的拱手让人了。老爷子，您退休之后，孟生堂的董事大会准备重新要把它改手租，改组成公司了。改组？快则一个月，恐怕孟生堂就要成为历史名词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想当年创业的时候是多么辛苦，就是李沛的先生陆永康跟我邵孟生两个，在日本人支持之下，就开始整个公司的营运。虽然当时有了对手，但是迪南罗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格局啊，他威胁不到我什么。十年的努力，总算是把孟生堂壮大起来了。没想到居然会栽在李沛的手上。我想陆永康，地下有知，他也怪不得我。我邵孟生竟然在这么大把年纪之后才会感受到，老爷子，世事的无常本来就是人生的特色。再说孟生堂结束了，可是以老爷子的实力来说的话，重新组立一个公司并不是难事，何况罗子奇和邵慧欣还是您手上的两张王牌呀。是，我虽然是想东山再起，但是孟生堂既然不能满足我的期望，那我也只好自己另外选一条路了。
来，坐这。好棒啊！回家看家，真好。我看呐，要是让你待在家的话，没多久你就想跑出去玩了，对不对？哎呀，眼睛你要接我。难道不是吗？我先把东西拿我上去。好。我很想，可是我不要。为什么不要？你得好好的解释一下哦。叔叔，你知道我行动不方便，我要我想尿尿的话，不是你来抱我吗？这会造成你的不方便。所以啊，我虽然想喝，可是啊，还是不喝的好。小鬼，来，李诞，哇，啊，豆豆，大哥，谢谢你，你真体贴啊，谁叫你是我兄弟嘛。哎呀，搞什么嘛！朱村长，我们来了这么多天，只有第一天见到支部的人，真是奇怪。现在，是啊，支部一直把我们关在饭店套房里头，三餐服务生来送便的，啊，就像关囚犯一样，还让我们先支付开销。全长桑啊，这会不会有问题啊？哎，朱村长。你看看，我们要打个国际电话回东京总部查询一下。嗯，好主意。我来。哎哎，冯基啊，哎，帮我接一下国际台。哎，我姓朱生。房间号码是617。嗯，好好。什么？全阳嗓跟朱生嗓被扣留在饭店里面。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啊。哦，因为接机的时候被人家捷足先登先接走。是，我是混蛋加三级。是，我已经记下来了，我马上就派人去接。是，再见。大哥，就这里。开门了。真的有这么可怕吗？这难怪，不懂电的，一提到电就害怕。快开呀！是是是，大哥大哥。海灯呢？是大哥。大哥，开关坏了。哎，我来了，给我找点工具。服务员，总开关在哪里？告诉朱先生，我去找工具去。是大哥，朱院长，这边请。好。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东西？哎，还湿湿的。这是猫熊的大便和尿。啊？哎呀，奇怪，这猫熊在东京制造的时候，并没有设计这项功能啊。非是台湾人情味重，他也被拟人化了。真的，这个工具啊。嗯，好。好，好，好，这边，这边，好好，这边。哎呦，哎呦，哎，亮了，亮了。啊，朱村长啊，你不是懂电的人吗？啊，怕不怕电呢？啊，哎呦。哎哎哎哎，朱村长，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那猫熊呢？陆爷，猫熊呢？大哥，猫熊逃了。啊，逃了！哎呀，这下可糟了。是，一定是被接机的那伙人给弄走了。这万一要是流露在街头，被人逮住围杀的话，那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秘密呢？是是。我看两位先跟陆爷回去休息，我来想办法。宋先生，这一切就麻烦你了，啊！
你是知道总部最忌讳的事情，就是一项秘密武器被破坏，从这个飞天战神到 X 粒子超能电磁力枪，嗨，你是该有警惕的了。是的，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全力找回猫熊。好，陈先生，嗯，这边请。早啊，阿秋。阿姨早。哎，怎么就你一个？恩柔呢？啊，阿姨呀，恩柔啊，一大早就去上学啦。哦，对了，我忘了。慧心，一早你去哪儿？是啊，我想着去找工作。哎呀，大家早啊，早啊。你不早。我刚才啊，走过那个水报摊，就是买了一份报纸回来，我又不认识字，你们谁去看呢？正好哎，我正好要打算去买，真是稀有灵犀一点通哎。哎，您好，先看看报纸，选几个适合的，再去找也比较省时间。哎，对，哎呀，你的上一次找工作的经验啊，这次应该比较省点力气了。对呀，去一起会就学一起乖嘛。什么？孟社长已经改组了，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啊？改组啊？是啊。啊，改组就是重新要组合了。慧心，给我看一下，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啊，那我爷爷的股权不是通通变成未知数了吗？哎呦，慧心呐。哎呀，你爸妈这一大把年底呀，你说你是你爷爷啊，你爷爷一把年底不就跟我都差不多了吗？哎呀，人家讲了，江西老的辣，你放心好了，你爷爷会这么随随便便就被人家耍了吗？不用操心呐。是啊，报纸登出来了，已经是事实了，不用你操心了。我来开门。爸爸，小荣好乖。刘先生，丁小姐，请进。谢谢。丁小姐，大家好，进来坐吧。丁小姐，请坐。爷爷，阿姨，哎，小朋友坐坐。小荣好，谢谢。我今天来了，是主要是想跟向大家辞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在家乡帮我找到一个结婚对象，她一定要我今天回去。你跟男方见过了吗？没有。这会不会决定太快了呢？过去呢，我一直执着着选择我自己的结婚对象。可是这些日子我已经想通了，我需要一个具有母亲祝福的婚姻，所以我才决定接受。那小荣呢？对方他也一直要求要我把小荣带过去，他喜欢孩子。哦，那我就祝福你了。谢谢。是啊，祝福你。谢谢你。我想我们该走了，小荣，来，我们走。啊。再见，再见。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呢。再见。你不要忘了，有空回来看我。不会的。我送你。熊再见。再见。好，各位再见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还要抚养一个小孩，他的处境真令人同情。
皮蛋，你干什么？衣服快拉破了。对呀，还有你眼睛有毛病啊，干嘛就抓了不停啊？没什么，刚刚有沙子跑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看看。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已经好了。皮蛋呐、小朋友不可以说谎的喽。我知道了。你以为是罗叔叔啊，说了两句同情他们母女的话，你阿姨一定会不高兴，所以你就拼命挤眼睛，挤眼睛，一些救你手术不用钱，对不对？对。不对了。小狗，你以为阿姨是一个有心眼又没有同情心的人吗？还说呢。请问你拎着皮箱要走，为什么？喂，罗子琪，你少臭美了！你以为我离开你是因为吃你的醋啊？阿姨，叔叔又没说你吃醋，你干嘛不打自招啊？皮蛋，胡说些什么嘛？阿姨，你可是说过我是人小鬼大哎！你们大家说这些话，我是听不懂。可是啊，我知道一件事情哦。哎呀，是说准没错，臭皮蛋！哎，慧心啊，我可没这么说，是皮蛋说的。慧心，皮蛋说的对不对？慧心啊，我可没这么说，是皮蛋说的。哎，慧心，皮蛋说的对不对啊？是啊，一点也没错。谁叫你长得帅嘛？哪个女孩子看到你不心动的呢？哎呦，这是你们这一对欢喜冤家呀！哎呀，就像你们这个半吵半闹那样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爱，一种幸福呢？我老人家也很羡慕你们呐，我也很同情刚才出去那一对母女呐。我想啊，她很快就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同情化成祝福啦。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刚才啊那个丁小姐那一番话就是来安慰我们的，她是要拒绝我们对她的同情呐。我也觉得奇怪，我跟他一起同居了三天，不是同居，我是说，在他家做客三天，一点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之间会有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呢？化妆品对皮肤的保养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美的观点上呢，则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女性呢，她们比较开放。所以反映在美的观点上啊，就是一个艳丽。但色彩的对比呢，也比较强烈，鲜艳是他们配的。慧心，你在想什么？会不会是我刚才说那些话，又惹你生气了？不错，你呀说的话没有一句中听的。慧心。慧心，我知道我刚才说错话了，我可以保证，我可以发誓，我跟丁柔是清白的。谁管你清不清白的？就算小柔是你女儿，也不关我事啊。慧心。大伯，你看慧心她。放心好了，他也马上就会回来的了。你怎么知道？你急什么东西嘛？他也没带什么行李出去，他一定马上回来的了。哎呀，阿姨啊，还真有一套，最会制造穷人。来，手上起来。妈，我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小龙，来你那边坐，妈有话跟你说。一定要原谅妈，妈不得不说谎。妈，
你怎么又说谎了呢？你听妈说，牛叔叔是个好人，可是他有家庭了，他已经结婚了。他为了假扮你爸爸来安慰你，可是我们差一点就害了罗叔叔。妈为了体恤你罗叔叔的太太，不想让他们有后顾之忧，也不想让他们感情破裂，所以妈才带着你带着行李去向他们辞行，你懂吗？妈，那你没去上班，那位阿姨她是一样会知道的呀。傻孩子，为了让他们信以为真，妈就不去上班了。妈，那你不是失业了吗？小荣，天无绝人之路，妈可以再找工作，只要不让你挨饿受冻，妈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的啊。妈，邵顾问，阿姨，哎，我已经离职了，你不用叫邵顾问，你就叫罗太太好了。罗太太，啊，你怎么来了？啊，对不起，我刚才有一些东西忘记拿，所以我回来拿。啊，我们现在马上就走，请问我们走。不是的，丁小姐，你不用走。林梦丽所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啊，阿姨，我妈虽然骗你，但是完全是一片好意。小荣，我知道，我不是来赶你们走的，我是来留你们的。真的呀？嗯，妈。罗太太，丁小姐，你刚才走了以后，我们大家就怀疑你可能是回去结婚。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你在和顾客解释审美的观念和推销化妆品的能力，我非常佩服哎，所以我就赶了过来。我希望你继续工作下去，也许将来我还要借助你的能力帮我打开新的市场呢。罗太太，我是非常感谢你对我这么宽厚，而且又能够体谅我。好，我不走。同时，我也祝你早日成功，让我有这份荣幸替你工作。谢谢你。这一对小冤家，吵吵闹闹，事业又不顺当，看样子我必须助他们一臂之力了。可是时机还不对了，目前我只好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大伯，你在想什么？他们两个小朋友有没有在做功课啊？有，恩柔在帮皮蛋补习。你看他们两个真像亲姐弟一样啊。哎，要不是多有我在这里，你可以真的把这个陈小荣叫他搬到这里来住啊。那怎么行呢？小荣比皮蛋恩柔幸福多了，起码他有个妈妈爱他。再说如果我接他回来，他妈会常来看他，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哦，你这怕会心起醋啊。可不是吗？哎，既然他表明不爱我，也不喜欢我，又为什么要吃醋呢？啊，女人的心里真是莫测高深呢。哎呀，李琦呀，你这个人呢，真是坦诚的可爱呀。哎，我都不想说了，慧心，哎，他到底对你感情是怎么样？你自己去想呢？啊。我要走了，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哎，大伯，你要去哪儿？你已经金盆洗手了，千万不要再这样啊，知道吗？这个，哎，这个我早就忘记了呢。哎呀，哎，你这个不是提醒我的吗？这我这，哎呦，哎呦，糟糕，糟糕，我的手啊，我的手。老伯，你手怎么了？哎呀，哎呀，娘啊，我的酒现在这好像这个很冲动，要想继续干的样子呢。
那怎么可以呀？你放心啦，我很有定力呀，我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我回来了，哦，闺女，你回来了。哎，那我赶紧就走了哈。哎，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啊，我都年纪这么大了，难道还就我在替你做点的卖吗？哎，李伯父，你这么说好像是我在赶你走似的。那你不要走，我现在就出去，晚点再回来。哎，你不用走。如果你不喜欢跟我面对面在一起，那我走好了。哎，哎呀，你看你不听，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呢？哼！大伯，哎，大伯呢？哎，李伯父不见了。最近的情况急转直下，接二连三发生不利的结果，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强的外物又特别多，难道他怕一直跟在我身边会惹祸上身吗？老爷子，您回来了。阿强，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我每次一回来都看不到你？对不起，中午到现在我都没敢出去，刚才肚子突然饿了，我就到对面小馆去吃饭，没想到这时候你们回来。阿强，来，你有事请吩咐。最近我时运好像不太好，接二连三不幸的事情呢，都堆到我身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应上这句“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你如果另有高就想走的话，我会让你走。老爷子，您千万不要那么说，除非您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有如天高地厚，我一辈子都还不了。好，好，如果你这么想，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一起打击这个商业魔鬼。是，谢谢老爷。谢谢。喂，怎么了？快去睡觉啊！阿姨骗人，骗人！没错，阿姨说话不算话。我说了什么话不算话了？您说过要让叔叔回房间跟你一起睡，为什么又把叔叔摆在客厅呢？哦。啊，阿姨忘了。阿姨啊，现在你说，你要不要让叔叔回房间睡呢？哎，不
又没有说不让叔叔回房里睡啊。真的，叔叔，你有没有听到？阿姨说要让你回房跟她一起睡。回房睡？不行不行，阿姨会生气的。不会啦，叔叔，我们都跟阿姨说好了啦。不行，我没听见阿姨亲自跟我说，我不敢呢。啊。阿姨啊，你叫叔叔回房跟你一起睡吗？什么？还要我去请他才回房里睡啊？拜托啦，不要这样子嘛！你真的是帮我们了，拜托了。啊，好好好。罗子琪，你好伟大啊！皮蛋肉来请你呢，你都不回房里睡。偏要我这个贤妻来请你才回去吗？这才像一个丈夫啊！好伟大的一个丈夫啊！现在请你回房里面睡了吧。耶，放开了！皮蛋、恩如，谢谢你们两个。好说好说，不用客气啦。叔叔，快点吧，我阿姨。翻脸的话，我们得继续睡沙发啦。是啊。太过分了，居然还要我去请你回房间睡，你看着好了。好了好了，进去睡觉。慧心，谢谢你让我回房睡觉。你太客气了吧，这房子是你的，你又是一家之主，又是我的丈夫，你是应该睡在房间里的。该睡客厅的人啊，是我，是你。哎，慧心，不要这样嘛。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啊？哎，嘘，小声点。哎，这样好了，哎，照我们的约定，不得已同房的时候，不同床就是了嘛。不行，我们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人到外面去睡。哎，好，你不用睡客厅，我去睡。哎，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反正我习惯了。哎，我一直想当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你说什么？好啊，罗子琴，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哎，慧心，你让我说完好不好？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说，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随时怎么样啊？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好啊，我就住在这，我看你能对我怎么样。慧心，你误会我了，我怎么会对你怎么样呢？我只是想解除这种假夫妻关系，我不想用这种关系来束缚你。啊，那真是对不起啊，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但是我希望你。希望我怎么样？希望你说到做到。喂，你睡你的，你笑什么啊？我只是想像阿姨、叔叔想阿姨的时候，在客厅里吸着烟，走过来走过去，像我这头。哎，你刚才啊，很像是说啊，哎，你在想着谁啊？是不是在想着皮蛋我呀？哦，拜托，我想你，别让我啊，刚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好不好？我
我是在家叔叔大姨。哎呀，人家说不定早就已经睡了，你还想什么啊？说不定啊，我们两个啊刚进房间，叔叔啊就被阿姨赶到客厅里去了。对对，有可能哦。走，我们去看看。好，小心啊，皮蛋。嗯，小心啊。好，我说做就做，我现在睡客厅。还有啊，如果那两个小鬼拦着我，我也要睡客厅。我说做就做，晚安。妈咪啊，恩柔说的没有错了，你呀会去睡客厅的。皮蛋，恩柔，拜托，拜托你们两个，让叔叔睡客厅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就够了。好啊，你休息。今天晚上就是我和皮蛋在这里守到天亮，也不会让你去睡客厅的。叔叔啊，我是挺争一口气。要是啊，你睡客厅时被外人知道，大家就像他老婆呢。对对，没错。好，我睡房间。哎，你先进去。哦，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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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说到做到吗？怎么又进来了？没错，我是男残大丈夫，说要睡房间就睡房间，而且啊，我要跟你睡床上。哎，慧心。在孩子面前给我留点尊严，拜托拜托。随你便了。老爷子，12亿是个天文数字，丁律师可靠吗？哎，丁律师如果想吃掉我这笔钱的话，他大可不必把钱拿来让我把他再叫回来让他处理了。老爷子说的是。我对丁律师非常信任，就像我对你非常信任一样。谢谢老爷子，我现在要出去了，你不必送我，在这儿等我，有事儿我会打电话给你。是的，老爷子。老爷子慢走。孟神堂吗？我找你们董事长李佩。李董事长吗？松田光雄。李董事长，现在你可以召回赵主财了，因为下午2点我要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公司改组的大事。可是心扉填满你，我想再去寻觅寻觅，可是真爱却难寻。往日的爱，往日的情，如今已成幻影。我盼望，我盼望出现奇迹，情人呀，只要你回心转意，哪怕年华逝去，我依然。